我哋就会系重设火眼实验室啊！呢、这个将会设喺马鞍山嘅体育馆，系同其中一间嘅检测嘅化验所合作嘅啊！有埋先呢个火眼实验室咧，又可以再加10万。换句话说咧，就应该到火眼实验室建立起嚟，这个月内建立起嚟咧，香港每日嘅检测量以单管计算咧系30万次。